有新加坡必须里面放猪油，就会让它香味倍增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没有的话就会少很多吗？是这个样子。您待会也会用调理机？也不会。谢谢。所以刚才我们那个臭吃布，你觉得好吗？好。好啊。嘿，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的全国观众朋友、婆婆妈妈，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撇布啊。 哦，那由你们这边来做诠释的话，我想是最到位的。刚才我们的那个内馅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涵盖在里面了。是。哎，台哥上次不跟我们讲不吃香菜的原因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我讨厌那个味道。从小没有，有一天突然间讨厌。什么？这样剁一下就行了。对。哦，那这个绝对跟我们的泥是不一样的。没有，是让它有层次感而已啦。 哦，切的没有，并不小哎哦。我们就副材料跟着主材料的造型走，整个口感熟成以后的落差度了不会很大。碧琪就要切小丁了吧？嗯。姜会用切姜末的方式吗？姜末。洋葱也会进来？是。没有洋葱有没有差？带一点洋葱的甜会比较好吃。 洋葱甜味，好的，没问题了。你没什么问题，为什么问？我问不出问题来的，因为你根本不会煮，不懂，好不好？像我，你懂吗？我懂，你，但是我没有问题，懂了吗？你没什么问题，为什么问？我问不出问题来的，因为你根本不会煮，不懂，好不好？ 你要找人站台要慎选，我傻傻。他只剩我这个朋友了。不是，我错了，是我只剩你这个位。里面有加面粉啊，一点点，让它紧一点。啊，我没有加粉。你看你打成这样没关系啊。哦。这也和在一起。嗯，对。是的。那是什么？来了，各位，另类的包饺子来了，7公分。 刚才那个面粉，你用了油条，对，用油的原因是因为面粉里面的蛋白质见油了，它不会纠结啊。如果你光用水的话，你是不是会发现它很容易结球？对。但是你用油下去，它一下子就散了，你就好多了。油温刚才有告诉我们说可以用中低温下去的。哇，这么低温哎！所以刚才没问题。 你敢说你去养茶没有点过这一道菜？你敢说你去养茶没有点过这道菜？我不相信。一定点。我后来就没点。因为韭菜，香菜，因为它里面有香菜，就是香菜。可是没有香菜，它不成菜啊。没关系，没事。这个我小心你血压高。我没有压，血压好，我先好了。油温呢，慢慢起来。是。慢慢跑是。对。 那这个时候它的皮是很脆的，因为它里面没有空气啊。颜色好漂亮啊！好了呀，要跑色。跑色。哎，等一下跑色就这样子跑就好了。哎呦！哇哇，好，谢谢。哦，漂亮。先下补皮姐。